国中会考即将在5月20、21号登场，考生除了自助，也需要神助。基隆市建德国中为考生祈福，邀请基商广社科金手奖等高手为考生设计文昌君祈福创作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做这种大型彩绘，然后这次画的是文昌帝君，然后希望可以祝福所有的考生考的都会，然后猜的都对。以文昌帝君为灵感的创作祝福在校园蔓延，校长端出准备好的包、高、重、文昌笔祝福考生，希望我们今年建德国中的考生都能考神附体，考心目中最理想的学校。诚心的祝福我们建德国中这一届的会考学生，希望大家都能够金榜题名，考上自己喜欢的志愿学校。在基隆商工、建德国中两位校长的携手合作下，满墙的祈祷文字衍生出教育品牌。非常感谢建德国中的邀请。那我们也知道，一年一度的国中教育会考即将来临。我们期盼透过这一次的彩绘，能够带给建德国中所有九年级学生的祝福。那期盼所有的孩子在考试的时候都能够顺利。那从这一次的合作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国中跟高中的携手合作，一起建构出一个基隆区一个教育的一个品质跟品牌。还有专属的阅览教室与祈福凉亭，整面墙挂满心意，祝福今年学子都能考神附体，考运亨通，考的都会，猜的都对，考上理想的学校。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。